我就是高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家住在苓雅区成功路那一条路，大概有看得到的房子都是我奶奶家。哎，综艺天王吴宗宪南下高雄出席开幕活动，幽默风趣的吴氏风格逗得现场笑声不断。今天呢，看到我们这个本土企业 MIT， MIT 是 Made in Taiwan， 不是麻省理工学院。自己研发团队的 MIT 神级公司看好南台湾产业的蓬勃发展，决定将分公司成立在高雄市。三号开幕盛典，除了宪哥亲临剪彩，国际知名彩妆师小凯老师及肌肉男神梁汉明等人也受邀到场，共享盛举。希望我们可以去服务更多消费者，那也让我们的经销商也可以更加的方便。我们一切都是 MIT， 因为我们想要去支持我们台湾生产的产品。因为我们将可以增加更多台湾就业的机会。MIT 生技公司持续成长，开枝散叶，预计明年走向国际，要用优质保养品让大家拥有美丽外表，并从内心散发正能量。三立新闻田居达高雄报道。